那接下来，修于自胜世，染浊俱傲，心事为性，就是对自己好的这种事情啊，就是比较好的、比较完整的、比较优的这种，然后就住在那里面，自视心呢、啊，心就哼，我有这个，就让自己巩固的有这样把握好自己的这个优势的东西。那这个就是骄，骄跟慢常常就连在一起了，对不对？骄是自视的自己的部分叫骄，慢的话就跟人家较量之后又产生了慢。那如果你有骄，很容易慢呢、欸。我有这个优点啊，怎么样？其实不怎么样，还拎到了歹机。成佛各自一条路啦，谁没有优点？来，各位同学，你有没有优点？你不要说没有，没有就悲慢了。来，同学，你有没有优点？有，自视的自己这个优点，那没有什么特别的利益可用啦。如果你常常会说，我以前都怎样，我怎么样，哎，我现在怎样，我又怎样，然后很满意，这个刹那飘忽即过，不要继续住在那里。我们人有些时候啊，他会去找一个自己的定点啊，就让自己爬上去的时候，当你爬上到那个点的时候，你会比较安然。修行也是一样啊，但是你这个安然哦，是假设在你过去其实是看到自己不足之处，那所以你往上提升的时候，会对自己有稍许的满意。那这个满意啊，其实较量于无量无边的菩萨行跟这个圆满的功德而言，这一路还很遥远呢、啊。那自己这么一点点，就像说，这大圆满里面，你开始有了第一滴清净的水，或是说啊，这所有里面，你开始有一个第一个因子，这样而已，不用在这里自视着啊不放，自视的地方你都会败在那里了。像我们出家人呢、啊，有一句就是会的要不会，不会的要会，我忘记那句了，反正意思是这样，你在世间你会的，你出家之后你那件事就要远离，你就不要会，不然你一定在那头仰45度啊，不会的要会，不会的就要从头学习。你如果在家很会煮饭，去到道场，当然我们做供养菩萨道的时候，自修也跟菩萨道它上面有一点点不大一样的相状。如果说你在家你很会做饭，你到道场去会怎么样？那你就会去大寮帮忙，对不对？可是如果你教的时候，你就千万不要哦，那我煮的什么吃？那我高三多少人吃我煮的东西了嘛？俄罗个大吉，或是自己在这上面去标榜自己的唯一，这个叫骄出现啦。那我们出家人就是，你会这个，当你有骄的时候，你就要不会。那你不会的，你就要去学，你要从头，知识是造轮的。这个我会，我就做得很开心，丢了一夜心，大力表现。啊，若袂晓的讲，啊，迄那着我。这个其实是选择性的，对不对？所以这个就是要注意的。37个叫害，于诸有情损恼为性，就是对有情众生，你有害他之意，内心就有这个东西。我仗他好看，有没有人这样？现在大家不会了啦，现在唯一就想助他成佛，回向希望他经开一解，对不对？
但是如果你有仇对的关系法，那你心中有不满，你有受冤屈，你就有两种极度反应。受冤屈有一种就是让自己整个情绪下降，另外一种就是报复的心提起来，就是要害他，让他也感受到一个冤屈的感受，要以自己的这种感受去还复他。一个灾，这是报仇。那这基础上就是害，对不对？那第38个叫无惭，惭愧的惭。那这个无惭呢，事实上你如果任何一件事发生现前在前面，你的内心一定会有你自己解读认知定位的点。那这个无惭呢，就是于所作罪不自羞耻为性。可是我们总是会以为棉被盖着不知道，衣服穿着不知道，墙壁隔着不知道，太阳照不到不知道，事实上也是所有一切是透明的。那这个无惭，事实上 心中知道，知道自己有不对，可是不觉得怎么样。那第39个叫无愧，于所作罪不羞耻他为性，也就是对于自己所做错误的事情，那面对别人的时候也不觉得是一种羞愧。一个是内在自己的，一个部分是对于外在的。那这些在修行里面，我们对于惭愧这件事情到底需不需要认真去了解？其实在开始修行啊，要转自己这个体，要改变自己生命里面的很多错误，这个惭愧是一定要的。但是修行到某一个程度之后，佛陀就叫我们不要掉举，也就是说你知道错，那你认真有改过之后，就不要进入到深层的那种内心的痛苦里面，否则会障碍你的禅定功夫，那也是无法提升出来。所以就修行到了解自己是错，一定会经过那种罕言，就是觉得丢脸啊，那种自己很羞愧，然后很肮脏，或是很想改变自己，或是有自我责备。自我责备之后，你会发起那些补偿的心理，或是发菩提心，或是去看到众生其实跟自己都有很多很多雷同的地方，所以也不会那么苛责众生，因为自己还是有很多造作过的事情。那到最后呢，会强调于那种一切皆空啊，过去的无明，同时会发展出所谓愿意负责任的态度，这就是惭愧所走出来的。那如果一开始明明知道错就无惭无愧，那这样子这个魔性是一直在的。这个是第39。第40个叫昏沉。这个昏沉呢，讲的是心不调畅，无所堪能，蒙昧为性，也就是你的心，你的智能没有办法产生作用，然后没有办法去荷担，那所有一切认知什么都功能都没有了，所以蒙昧就昏昏沉沉的，然后一切暗淡，那这样的情形其实也不能悟。皇宫安呢，人家讲啥，水给透啊，水给透啊，就是这样。有些时候你会觉得人只要单纯就好，可是单纯并不一定是佛啊。那讲戆人有戆福，安尼戆戆嘛是好，这是一种高超凡的人哦，就觉得说啊，笨也是一种好啊，因为他笨笨的不会想太多。但是事实上修行并不是要进入昏沉啊。那第41个叫调举。调举是心不极静为性，也就是这个心就不安定，它要不就是提得很高，要不就降得很低，它这内心呢就一直有一个波动的东西在里面。那有一点风吹草动啊，是自己不好的地方啊，就好惭愧好惭愧好惭愧，或是有一点就是一点点发生什么的时候，就会陷在那个情境当中出不来。
像这样子内心其实就是行运，它一直是 有一个动作的，它一直有一些东西在飘荡，所以没有办法宁静下来。这是四十一。第四十二个叫不信，这个不信呢，讲的是于业果等不正信顺，心不清净为信。这个不信讲的是对于我们所谓因缘果报这些呢，你没有正确的信念，你不认识它，而且你不随顺这样的发生去改变你自己，所以心不清净为信，就是否认它，你内心有一种抗争。很多人呢在面对于别人的一些所谓果报的时候，其实会很爽朗的说哎赢够了还考了吧啦。但是自己呢当有一些逆境的时候，不竟然是那么老实的说哎这些够。你说干嘛呢，就是会产生那种内心的抗拒。那这种不信呢一般讲就是整体上啊，你对于因果这个东西啊，没有正确去认知它。那第四十三叫懈怠，这个懈怠讲的是于诸善品心不勇猛为信，也就是对于应该做的事情，那你的心提不起劲来，那你没有真正勇敢要精进的去完成它，这个就叫懈怠。那这个懈怠啊，一般就是跟精进两个是不一样的方向。有的人是非常的精进，而有的人呢感觉到自己很懈怠。其实能够懂得自己懈怠的人大概也就有救了嘛。不会放着让自己一直烂在里面啊，对不对？你总是会有一个不安嘛，我干嘛这么懈怠？我为什么要这样子？然后自己就是让自己很不舒服。话说常常有那种快要临大考的学生啊，他们就说了一个心声，他说每次要大考，那家里人就说出去走一走啦，因为你要这样一直考试啊，都读书啊，太辛苦了，眼睛也不好啊，体能也不好，走走走。他说家里人要带我去爬山，于是我就把书带着内心就觉得我不能懈怠。然后其实一整天下来，那本书根本摸都没摸，然后带着那本书只是安慰自己说我不会浪费时间。可是真的到山上的时候，就想说这里空气这么好，家里人叫我看看远山等等，那我何必呢，何必到这个地方来还硬啃书呢？于是把书就拿起来看看那个封面啊，皮看看，标题看一看，看是哪颗，然后再放在袋子里。然后回来的时候心中就自我安慰说我也不想懈怠啊，其实我有带我有带着，可是又觉得说其实我带的第一个动作其实是在安慰自己。那当我真正进入到那样环境的时候，我没有办法坚持什么。很多人其实在所谓精进跟懈怠里面都是有一种相对的标准，其实是有相对的标准。如果你有一种标准叫精进相，有一种标准叫懈怠，那这个时候就你一定会在这矛与盾当中徘徊很久，修行一定会有这个。那什么叫精进呢？那一定要满足于自己所定的标准，自己才会满意叫精进。问题是有时候不敢定标准啊，定了那个标准就更遥远啊，因为那个标准定的不切实际啊。那佛就说啊，说修行啊，其实要调到刚刚好，要调到刚刚好，并不是你以为的以为，那你定了这个标准，你自然自己会去，你自己会去变异它的，这个都是一定的。就像说愚者恒立志，智者立恒志，这个知道吗？世俗在说这句话嘛。有的人就每天定了好高的标准，然后从来没做到，然后又不断的再定一个新的标准，新的标准，然后越拉越远。事实上懈怠与精进这上面就是你在当下的时候
你掌握好了你内心启动的内心的那个内涵，那你在这上面呢能够负责任，对于自己的所有一切愿意负责任，那这些你慢慢更吻合实相，更吻合你实际的能力跟你的时间空间的分配，这个才能让你真正安住，否则理想归理想。好，第44个叫放逸，这个放逸意思是于诸烦恼心不防护，于诸善品不能修习为性，也就是烦恼心不防护，就任由，这是两方向的，任由你这个烦恼一直在转一直在转。其实你有学过觉照吗？你有知道说用什么样的思维来关照自己，可是你觉得烦恼，然后就进入这个主题里面，一直想一直想一直想，然后加油添醋，增加很多自己贪嗔痴，更强更强，你不防护你这个烦恼，就是不愿意用正知见去扭转它，然后对于诸善品不能修习，也就是对于应该做的事又很懒散，不愿意真的去实践它。很多人就是想一回事做一回事，心中自我折磨又是另外一回事，就好像分裂一样，其实这都是放逸。那真正你说好，我什么都不管了，我要去玩，我就好好的玩，然后我要怎么，我就任由自己去做些什么，这回来的时候其实内心还是感觉到自己懈怠放逸。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倒不如照着自己原来想要的设定好的，这样踏实的去完成它，之后久了你会发现你的习性改了，你的习气改了，而在这上面也就是踏实多了，你不用再自己找很多理由。以前呢，我有听过有一个人呢，他说他准备要去出家去，然后他就说，我已经5年没有买过新衣服了，我5年后我都没有犒赏自己哦，我下个月就要进去了，所以我要好好的满足我自己。于是呢，他就邀同学邀着同参道友，好好的大街小巷里面呢，他认为还以后会回味无穷的食物就好好的一个地方一个地方去吃，然后想要把玩的东西好好的去看一看，摸一摸，对于自己的相片拿起来每一张看看看看看，回忆起自己几十年前的样子，然后好好的收纳起来，就是他会有一个内心的自我叛逆，他自我叛逆，然后他就完全做完了，他说我满足了，该吃的我都吃了，该去的我都去了，该玩的我都去玩了，该看的我都给他典藏起来，我要入山去了。就入山去了，他这些东西呢有勇气把它放一边，但是呢对于自己的这个动作，自己倒是起了一个极大的省思，极大的省思，说我都已经要入山门了，为什么最后一个月我还会眷顾于世俗生命里面曾经的这些东西，那回首还要去温存它，那我想要再去温存它，这就像那唱歌里面的最后一夜就是想要去温存它，那我对世俗到底是真的放下，还是因为我决定去转换一种身份，所以把它打包起来，这样其实这是有点危机的呢。后来他就所谓当净人嘛，那净人在寺里很努力的想要好好的降服自己，降服自己。那当净人，那有一些时候过去的一些记忆，过去的一些记忆会浮上来，浮上来之后自己就不要想不要想不要想，不可以想不可以想，强迫了自我对话，自我呼喊，这样不要想不要想，不可以想，不可以想，可是那些东西
就如潮汐一般，如涌泉一样的会涌出来，然后自己到这个寺院里面呢、啊，就是青灯古佛啊，然后就饭拜啊，早晚客送啊，这个时候内心会有那种很奇特的比对，一个比对是真好，这是我要的，另外一个比对是这就是我的一生吗？这个上面其实他为什么会有这个情形，是因为没有法，是因为没有法才会这样。你今天并不是被世间的这些物象跟这种经验值，比如是你十一住行的经验啊，你六根对六尘的那些经验，其实它只是讨厌于世间的变化，然后对于世间的冷暖啊，人所谓所得心啊，那人在情感上面的受挫，产生了一种想要远离，可是并不是出离呀、啊。这上面是他是想远离这种烦嚣的生活，可是他内心并不是追求那个体性上的出离。如果你内心是了解体性上的出离，世间的这些东西，那个最后一眼再看他一下都不会想要，因为那个是知道这些呢，就是生命在过去一直走到现在，一直重复重复重复的，你现在讨厌之后你又会思念他，对不对？好，所以这个放逸呢，其实基本上要很明确的去了解，你要得证的是毕竟解脱，而并不是一个情境或是状态上的远离。好，那这个是第44、45叫失念，失去正念的意思，就是染污念，于诸善法不能铭记为性，也就是当某一种情形、某一种冲突或是某一种事件发生的时候，你突然之间你就无法控制你自己啦，你的念头又进入了所谓世俗的原来的那些杂思杂想跟对立，然后那些想法又出来了，所以对善法不能铭记，对于我应该不要把别人想坏，我应该知道这是空的，那我要有就是利他之心，但我又要有慈悲，我想要修行的人怎么可以这样呢？这些善法完全抛诸脑后，这个叫失念，失去正念。其实有些时候人家说会失去理性啊，是不是就这样？所以修行啊，如果你没有修为到一个定的功夫，都是会失念的，这定的功夫是非常非常重要。你如果进入到一种长期的熏修法门的长期熏修，然后有固定的定课，那这久了之后，当所有的混乱的现象现前的时候，你越是冷静，这个就是熏修上面不够稳定嘛，所以才会失念。那有时候一回首，哇，这个口业不知道造多少多少啊，然后冲突又不知道起了多严重了，有些时候都不晓得自己如何去收拾啊。像这些情形都是失念啊。那纵使有时候修为好像曾经也有不错宁静的时候，但是呢不扎实，偶尔还是会失却正念。这个失念啊，这失念是不是内心还是行运嘛，会在波荡。所以修行你要看呢、啊、点点滴滴都在检核。那如果说你哪一天能够知道自己失念了，然后回头之后还能够真的不负常求惭愧忏悔，诶，我刚刚失去正念了，那这样子发怒还比较好，比较不会问过是非，对不对啊？好，那第46个叫散乱，
这意思是贪嗔痴分心流荡为性，也就是你不管是贪还是嗔还是痴，这里面都有几分存在，然后心呢会在这里面摆荡，就会随着情境，随着缘起的所有一切就这样飘走了，这个就叫散乱。这个当然就是没有至心一处，那这个散乱呢就是你要了了分明，那所有一切了了分明。有些时候我们会专注于某一件事情的时候忽略了某一件事，比如说人呢你面对的情形，面对的是现况在前面，那你背后就可能忽略，对不对？不大可能说360度你都照料得很好。所以这个散乱基本上是说你面对的所有的里面，不管呢你背后是看不见的，眼睛不长在背后，所以但是你面对所有的一切，你的心呢与境不相吻合，你不在这上面，而是飘忽的。有的人是闪神呢，会闪神呢，那有些时候会心思啊跑到别的事情上面，就跟你所有的当下呈现现前的就是无法正确的觉知。那觉知的对与不对，这个当然又是另外一个内容了。那基本上讲的就是里面有贪的成分、嗔的成分跟痴的成分。那这个心呢随着缘境里面流荡而去，甚至有时候心不在焉。好，第47叫不正知。不正知就是对于身口意身与意现前行中不正依住为性，也就是身口意啊，你现前的内容里面呢、你没有真正安住在正见里面，叫不正知。其实众生还没修行之前太半都是如此啊，纵使你开始修行，知见建立也还没有完整融会贯通之前，还是会有一些不正知啊。这举个例啊，这个就是人嘛。这个我们在讲啊，皈依三宝，你就不皈依外道咯，对不对？那皈依三宝之后，就不再去送命啊，求神问卜啊。但是啊，有的人就会自己给自己一个啊，可是有些时候心里真的不踏实啊，所以想要去求得一点护法龙天，现在就不讲诸天鬼神咯，他就会想说真希望去求得一点护法龙天给自己一些指引啊，让我少走一些冤枉路。其实都是要护法龙天啊，或是这些诸天鬼神给你做选择题嘛。你要宝贝不是这个安尼好不好，安尼好不好，就自己出题目让他答。那话说啊，有一个他受了菩萨戒。受了菩萨戒，然后他也都是跟同参道友在一起啊，正知见啊，他从不去什么算命啊，求神问卜啊。那有一天呢，他家里的小孩啊，就有一些情绪上的问题啊，那工作上也有一些极大的障碍啊，那他为了这个孩子啊，也没办法处理得很好，甚为忧心呢、啊。那这就有一天呢，就有一个人呢跟他说：“免烦恼了，我带你来三太住下。”就他就说：“哎，没事没事没事，我歪起我歪起我歪起啊！”你看，哎呦，你坚持啥啦？他说：“你坚持啥？人家跟你讲一下吼，啊，看讲你这个孩子到底是伊的厄运啊，还是讲爱安怎？”啊，咱来处理嘛，啊，佛祖嘛袂骂你啦，哦，是啊，世尊根本就不会骂你，世尊都嘛知道大家是外道，还没成佛之前呢，我都是会有这些嘛，对不对？啊，那要正知见，要坚持到什么？好，我真的要觉知，我自我去厘清，然后放下，然后随顺因缘，这样很有勇气呢。要非常非常有勇气嘞，然后还是说，哦不不不不不，我不要劝，我不劝，我劝，我受了菩萨戒，你看戒疤在这里，然后他第二天呢，就是
他那个好朋友啊，切开来啊，开开你刀门口，行行行行行，带你来吃头，我不跟你去，哎呦，我不请你吃饭啦，用了很多的那个，就是方式。他上了车之后，上了车就真的带他去走一走，走一走，就直接行到三太祖家了。那当然了，里面就有一些故事发生了，然后他也没有问，他不提问啊，其中就他的朋友就替他问咯，他朋友替他问，我替你问啦，他叫做什么名啦，啊，因到底安怎安怎，囡仔安怎安怎安怎哈，然后当然了，就会有很多的答案出来哦，说的就差不多差不多有问有准，差不多差不多有准啊嘞，啊大家讲，哎对对对对对对，啊对对对对对，啊那然后同辈一句讲。你的孩子很危险哦，哎，这句也心就当掉了，知道吗？其实他早就知道他孩子危险了，他早就知道，可是那个自己认为他孩子危险，还是保留希望不危险。人是这样，他希望，哎，不危险，那只是一时的情绪问题，或是一时的工作困扰，然后他心就动了哦。那动了呢，他就这个三太祖就教伊讲，你都爱安怎，搁安怎，搁安怎，好，阿你啊，帮伊做啥，当然嘛，搁提一件衫来啦，这些事情啊，那回去之后，他就一直在想，我到底一件衫是有要提起，无要提起，啊，那内心就是有这样的一个运作啊，就是被外界的这些牵引而去嘛，对不对？然后后来他的朋友就一再逼他，哎呦，你吼佛爱拜，吼佛甲道拢是要做人的啦，对不？佛道那合起来，咱就加正自由，较好修。于是这个很稀松平常都听到的嘛。于是他的衣服，那个孩子的衣服也被带去咯，对不对？那回来他就在想，这件衣服要不要给他穿？这服务要收回家不？啊，这衫我要回穿不？当然就是有这些对话，对不对？啊，那一切想说，只要是孩子好，他学佛的因缘也还没到啊。那如果有这些神人帮助的话，希望他能够比较不陷入困境啊，一切照做。那照做之后呢，自己再来求惭愧喽。他就惭愧，他说他的身与意啊，现前啊，在发生这些波荡的时候，其实他没有依止正知见，对于所谓的因缘果啊、因缘法这上面，或是这孩子他有业障这上面，明明知道，但是却没有办法让自己安住在这上面，还是希望借由外力的一些协助。我说，那你如果愿意，你要借由一些做法，你为何不诵经啊、念佛啊、回向还冤亲债主啊等等这些？他说他有想过，他有这样做，可是他的功效并不即刻啊，并不即刻啊。然后他的孩子还是陷入这种困境当中。那当这个朋友啊催促他这样做的时候，都给了一个非常非常有效的。这种讯息，那就是你马上就知道答案，告诉三太祖就好啊。这种有没有？同学，你还会去吗？留着你自己问。当有一天真的你的问题很大条，那这个环境上面的一些让你离不清，你所谓的六神无主啦，人家都说六神无主的时候，你会不会这样？这个就是你真正其实也了解因缘果，但是这个因缘果当自己碰到很大瓶颈的时候啊，就想能够快速的从因缘果的这种路线里面啊跳出来啊，有一个人帮我把因缘果整理一下，让我能够快速的跨越过去，那这都是修行过程，这都在行运间啊。第48叫恶作，恶作就是讲啊，心变毁为性啊，就是这个心啊，你会
会有一个变异，那最后你会追回，你会去看到自己这个不对，有些时候会从这个好转坏，那这个从内心啊，其实你会发现，内心有个东西浮出来了，然后之后其实你明明知道这件事，你会懊悔的，修行人，就是有些时候逞一时口舌之快，那有些时候是情绪上面没有办法压抑下来，所以就做了一些伤害别人的语言啊、行为啊这些，那之后呢，其实心中会懊悔。49叫睡眠，睡眠不自在转心即昧略为性，就是你没有办法自在的去思索了，那你的心呢就极度的昏昧，然后这所有一切都没有办法明白了，这叫睡眠。那有的人觉得睡眠其实自己心里还很明白，因为梦中很明白，那个其实是意识的反应，这是白天累积的一些意识啊，故事情节的再现。那基本上讲的睡眠是一种你没有办法有正确的这个心理活动，思维啊这些都没有办法，连觉观也没有。那所以在睡眠中，如果你还能够起正就是照破正观觉观，那这个修行人就算相当相当厉害了。50叫寻，寻呢能寻求一言分别思会差别令心出为性，就是你对于是语言或文字上面你能够有思维的能力，然后会循着这个方向跟它的关系法跟它的意义上面呢去做一些思维，这上面的差异也都能够了然于心，但是这个是属于粗的寻是粗的，比如说看到一件什么事情，其实你一看跟那个对话跟情境，其实你差不多就知道是什么事情，那内心就会想差不多是这样，有个线索你就会依循这个线索去寻这个寻思，但是这就是粗糙的部分。那第51叫四，四能四察一言分别思会差别令心细为性，这个就是比较细腻深度的思维。那比如看到不一定是很粗糙的这个样子，有些时候你会比较敏感的去看到别人他所呈现出来的一种说不出来的忧郁啊，或是他有一些你感受得到的一些情形，或是甚至于是经文啊，或是一些文章，那你都会去更深层的去知道这在什么样的情境啊，对方是怎么样，然后情形如何，那他的结论如何，现象如何，那这个是比较细腻的部分，其实这是属于心理学的部分。那这些也都是内心行运，就是内心其实是有在运作的，那这些的运作讲到的都是心所法，这些其实都跟我个别的意见我个别的认知有关联性，它不是所谓清净的觉观，如果清净的觉观就叫正觉正观嘛。好，那最后它回到空，你内心是了无挂碍的，一切看得很明白，那这是寻跟四的这个令心是比较细腻的心理变化。那以上所说的就是51心所法，接下来啊就要讲心不相应行。这个心不相应行啊，总共有14个。这个心不相应行也是在行运里面，也就是不干系到个人的心色二法。不是你个人你个人有发生的心色啊，关于物质的，然后你内心启动相应的时候的一些思维。那与心不相应
与心不相应，但是它还是在世间里呈现有为的变异现象。那这些呢，聚集起来也是行运的一部分。依小乘说，一切有部，他讲的是色心跟心所之外，还有与心不相应的这种实法，也就是它还是发生的一种变异情形。那这个还是细数在有为法里面，因为它还是有所谓物质的关系、人存在的关系，还有一些世间一些自然变化的关系。那你在这个上面变化，还会产生你五蕴在人上面，对这些还会产生五蕴，所以它归属到行运里面，但并不是隶属于个别的个人的心色二法，所以叫做心不相应行。那这几个心不相应行呢，第一叫德，我把这个 主题念一下啊，德无想等智，灭尽等智，无想所有，命根众同分，生老住无常，名生俱生，闻生意生性，总共14种啊，这个是含在行运中。那我们就慢慢来了解什么叫德。所以有些时候我们看到，哎呀，我获得了，这个是与自己有关系啊。那可是有些时候是与自己没有关系，可是他在这个过程里面，他会发现你就会发现有得到啊，有收获，有成就这样的属实啊。那这个德包括获跟成就，所谓的获就是未得或已失而今得。所谓获，有的人说我丢掉东西了，哎，我又寻获啊。那比如说我们有收获啊，这是大自然里面呢，你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啊。所以未得本来没有，然后或是本来丢掉了，然后现在又现钱了啊，这个就是获得。德里面的获，另外一个叫成就，成就是讲它的持续状态，也就是你德然后一直延展现况啊，到现在相续不失，这叫成就。所以我们佛法来讲啊，说德证菩提，他为什么用德证菩提，就意思是其实我们本来就有，我们本来就有，那所以呢德证菩提是在讲当下。然后我们讲成就，成就啊，无上正等正觉，意思说他得证菩提之后持续不失，就用成就啊，这是佛法上面的啊一些语词。那我们在讲德啊，它有分三种，叫种子、自在跟现前啊。那所谓的这个种子成就，就是一切见惑、修惑的烦恼。就是你过去有一些种子是，也就是八识田中阿赖耶识里面的东西，所以当它这过程会任运而起，它会自然就这样子拉过来合并起你现前的缘境，那这上面就是起烦恼相，这个就是叫种子成就，它种子是里面就会过来。那这个上面它这个运作其实无记法，你不能控制它的，这是很细腻的啦啊。那生得善等所有的种子，其未被损害者，就是说有些是不好的，可是有一些是好的，那只要这种子存在的话，那这个上面它就会起现行，这个就叫种子成就，因为它是属行运嘛。所以我们人呢，有的人说奇怪，你怎么脑筋里都没有那些坏胚子坏种子，可是呢我什么事情都要连结跟人家想不好，那就是你的种子，你八识田中过去的东西都丢了很多，然后它你现在无法控制，它就会种子起现行，就是种子成就。那有些时候呢，你不会修的人就频频的再丢种子进去。所以为什么我们在讲佛法的修行里面，你一定要了解空的道理，你一定要最后无所得，回到毕竟空，你就不再丢种子进去了，
而且你很多起现行，然后你有正知见，然后他的念头起现行又吻合，就是你所缘的过去的经验值啊，这些东西习气会带过来的时候，你只要觉观力、觉照力大，你的觉照力是够的，这个种子哈、啊，它就不会真的有这条线呐、啊，这条线就是不加时空的距离，这样直接浮出来，就是不给它这个水去浇水啊。就是讲种子成就，要破除这个种子，它需要有很深很深很深的无漏定的功夫啊。这是世尊叫我们戒定慧嘛，这个定的功夫，就是我们基础上的福这个种子，到最后呢，能够把这个种子完全消融掉，它需要功夫的啊。这是种子成就啊。那第二个叫自在成就。那自在成就就是你在修行的过程你有加功用行，那你对于自己所做的这些善法或是工巧处变化心威仪路无忌等的部分加行力所成者，也就是你真的很努力的，那在这个所有一切的善法，或是你在学某种技术，或是说你在对于内心的一些变异的时候，不是用我的主观意识去解释它、巩固它，那你在这上面呢，用无忌的，也就是它发生了，你任它发生。可是你在这上面呢，还安住在自在，你在用功这个部分，这个上面其实是有细腻的东西可修啊，同学，比如说你今天在做一件事情，你知道这件事情的因缘法，你该做这件事，这件事情是应该做的事情，但你并不去解释是我在做某一件事，所以它是属三轮体空，它属三轮体空的这个善法，那就是进入无忌嘛，对不对？但是在这个过程你是不是还是有在运作，这个也是行运的一部分呢，这过程呢，它会随顺因缘，这样自在去成就它，因为你有加功用行，你不是把这个缘起法打叉叉。空的道理并不是说在缘起法里面，好，那你就不动不相应，它是缘起性空，它性质是空的，但是你不把这个现象的一切否认掉。那这个自在成就就是，比如你在学某种技艺。比如你现在学裁缝好了，你在学裁缝的时候并没有想到我以后要做一件漂亮的衣裳给自己穿，我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东西来卖贩卖都没有，其实你只是很单纯无忌的心再把这个裁缝学好，很多的技艺在学的时候其实是无忌的，可是你是很认真的在这上面是安住清安自在的加功用行，在这上面的学习，这完全是无是非，是平静和喜悦的。那有些时候你会看到自己的心有在动了，修行啊，不管你是用哪种法门，终究你会看到你自己内心的一些开始，那就是最初的一个动念。那这个动的时候你会看到它的变化，但这个变化你随即能够清静。清净看着他应该的这个认知纳受的部分，那这个纳受清净受嘛，这个清净受是不是还是有受，其实它是清净的，它是属行运，可是这上面是没有是非的，所以它叫心不相应行，那这上面呢无忌，那是还是有运作的，就是说你像说大德啊，古大德啊，或者是佛啊，世尊啊，在这些所有一切这个过程里面，它并不是没有办法产生作用的，它还是可以相应于众生，起正确的语词流出法门嘛。那我们修行，你要看到众生的苦厄的时候，你还是知道用什么办法去帮助他，这一切是无忌的。这个是在讲自在成就。那第三个讲是现行成就，就是善不善、无忌等三种法之现行者，也就是所有一切现行，只要它开始有变异，
然后把它拉到现在，不管它是善或不善，或是无记，它都会产生一个运作。那这个运作的情况就叫现行成就，它就是已经在运作，就像恒星啊，对不对？恒星的依循的这个轨道，它也是有一种行啊，可是它没有是非。那这是在讲行运里面的种子。那佛学其实浩瀚无边，世尊把所有的一切都有归类，然后讲得很明白。那我们只是在学佛的过程，可能就是取自己相应的某一部分。但对于这些，你越是明白的时候，你就会越不会想要把自泯除自己这个心王的作用。有的人他想要泯除自己生命的运作的能力，然后想要让自己进入到不能运作的无想，那是外道，这样子。